全新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这就是看温的球，希望用我们手牵手代表人生最美的意义。爱是看不见的语言，爱是摸不着的感觉，但是它却能用最新最沉的一颗心，让爱传遍到每一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今天用最热烈最掌声，由我们阿义兄和小辣椒他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歌舞剧《爱神的戒》。我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